第二期标新立异，第一次来，我先来开机，3、2、1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SG 家族。在上一期节目里面呢，大家就对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，有了初步的印象。但是大家私底下样子和镜头前样子真的是一样的吗？那么今天我们将会有个内部的互相揭秘。那么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这个抽奖箱。哦，抽奖箱里面是什么呢？一些那个标签。那么今天我们抽到的人将会把它贴到觉得最适合他的人身上，向你们揭秘一下这个人在我们团队的队员中的形象是什么样子。那么第一个谁来呢？我来吧。谢太彪啊，哥，戏真足。来看一下啊，自有灵魂，何逊。我们方面还有自己的要求和自己的想法，就是别人的想法他可就是会听，但是他不一定会做，他觉得你就按照自己的方法。通过自己的改变一些方向就很自由，就是也没有很多太多拘束嘛。何逊，你觉得他说对吗？我觉得有道理。越来越自由。今天这个人肯定会贴很多次。还叫小白吧。就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宿舍分享大家的鬼故事吧，然后就突然冒出来一个声音，我睡不着了，你把嘴给我闭上，把嘴给我闭上。他来上播和我睡。交际花，这给谁呢？这一看就这一很明显。Social Queen 给谁呢？期待一下。上你了。弟弟都自己站起来了。啊，不是我。好了，说一下为什么？就是他。经常会来我们寝室，然后逛嘛，因为我们二楼。我串门子怎么了？弟弟是每天大半夜就睡不着，就串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三楼串完了，串二楼。那别说了，来抽吧。多谢少爷。有什么想对大家解释的？这好多东西我听不懂，也有一点东西我不想听。我就给小白吧，我每次跟小白大声说话，小白都说你凶我。他什么冷场吗？冷场小白，这个说都不用说了，给谁的？笨，这是什么失误？失误，但是你得看谁真的把他给饿了。我亲身体实践过感受过他的自卑，这个人就是他。哇，小白他经常问我今天帅吗？电影少年，电影，八国家瑞，又来一下，来一个。这是卖萌，给你当模特了，那眼神啥都是不一样。哎呦，哇，什么？在我心中，何旭跳舞的，就我觉得可以跟你们掰掰手啊。我何旭，我是不太想去。何旭是自由灵魂，对对对，自由灵魂，我不想去，来吧。
来点 beat， 鸡大一点。谢了，谢了，谢。I'm ready. Ready. I'm ready. Go. 五六七的。Come on. 哦、oh, wow. ，哇！太狠了。这个简直是我们的团名，好吗？这太皮了。就是你自己的意思。萌萌哒。半场呀。阳光暖男。我呢？我觉得龙龙是。现在是还有暖男的。相亲相爱的大家庭，对吗？为什么我是交际花呢？就是，到底大家觉得他是不是交际花呢？大家在以后的节目中，你们就会慢慢发现了。对，导演也都是慢慢的抓拍到的。那么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面展示给大家呢？希望大家关注以后我们的节目，我们会有更多的惊喜给你们，好吗？我们是天气家族，拜拜。